在偶像练习生的最新预告中，练习生们戴起了假发，范冰冰弟弟范丞丞更是入戏太深，对自己十分有自信。范丞丞，我觉得不可能有比我再漂亮的女人，对此不少网友调侃，把姐姐置于何地呢？范丞丞戴上假发，我觉得不可能比我有再漂亮的女人。范丞丞 Jeffrey 长发比美，王子一需要选女朋友会选谁？最后特务 J 组群魔乱舞，李希侃，这绝对不是钢铁直男。偶像练习生预告，练习生们戴假发，范丞丞入戏太深，称自己是最美的女生。偶像练习生发布了预告之范丞丞长发，范丞丞戴着假发说，不可能有比自己更漂亮的女人了，你把你的冰冰姐放在那里啊？范冰冰弟弟范丞丞戴假发，我觉得不可能有比我再漂亮的女人，网友调侃，等你长发及腰架我可好。